使用卷发器前在发中到发尾喷上抗热喷雾，减少热力对头发造成的伤害。在发中到发尾用卷发器，随意造成卷曲的效果。卷发之后戴上 headband， 然后将头发卷入去。到见不到 headband 为止。刘海可以用发夹夹在耳背后面，然后拉松 headband 位置，最后喷上 reshaper 作最后的定型，那就完成了。